三里镇下南社区的中青食堂，除了用心准备好吃够营养的菜色来给长辈吃，伫咧每礼拜四甲拜五，要安排减慢湿地甲适龄的课程，那是有做运动甲做在地美食的功夫活动，更是结合着地方的特色文化来做一寡手工艺，希望社区长辈拢会当多元来体验健康佮快乐的生活。一顶年年大约70岁以上的阿公阿嬷来到西丽镇的下南社区活动中心，体验用客家花布做卫生纸的袋仔，让因拢感觉非常趣味。啊，都夜间唔捌夜，头一摆夜，哎呀，这算头一摆体验到的啦。成就感哦。当然有啊，啊，这是放起来放在客厅嘛。这边纸盒，边纸盒应该是放在客厅会使用啊。平常时啊，这么老啊，目睭甲花布看得清啊。较无看呀，啊，唔买得听呀，啊，即卖今日做些招生啊。像这款的手工艺课程，不但让长辈动手动头脑，做出来精髓的新品，阁会当运用伫生活当中，让长辈活了快乐，也会当有效来预防失智和失能的状况。客家花布的那个面子套哈，一方面让老人家动动手啊，动动脑，一方面，回去拿回去也是蛮实用的。结合咱在地文化吼的课程，啊，佮有咱地方的美食的课程，佮有咱结合咱着咱卫生所，啊是咱做幼儿病院吼的一挂延缓失能的运动的课程。不管是来遮做手工艺，还是行棋开讲、斗阵食饭，这款欢乐的气氛都是长辈介意来的原因。社区和中青时段的志工也拢相当用心，互长辈每工拢真期待要来遮参加活动。大家是遮一人来遮呢，安尼娱乐出新鲜个啦，食饭佫兼算即个棋子安尼咯，真真趣味。来遮吼，一礼拜食五顿啦。啊，有人陪你做伙食咧？有咯，哦，真闹热个啦。啊，食饭食起来，感觉嘛较快乐吼。啊，哦，当然咯。啊，有咱个手工艺吼，呢活动，啊，咱过来就是讲有配合咱遮个牛血压，和咱遮长辈时代呢，个血压健康，咱拢个顾得着。有了这款个活动安排，相信长辈也会当体验到真侪无同款个物件，也乎身体和生活过家更加快乐和健康。下南中秋食堂，赞赞赞！记者潘祖基参报道。